赛的就是湖北的程飞，跳马的则是江苏的王哲。跳马的分是9.26秒。最后，胡俊杰的跳马最终得分是9.262分。这是来自湖北的陈飞，这也是一个今年涌现出来的一名在自由操场非常有实力的一名选手。后团转体360度站木动了一小步，有一个小晃吧。哦，刚才9.262是胡俊杰的第二跳，他最终得分是9.443分，又是一个小晃。分腿跳接倒插虎，挺身前空翻，接一个跳步，团身前空翻站木，逆转360。他是小翻小翻，他是后空翻两横两轴下，动了一小步。